牛肉丸，牛肉丸哪一位？这还有牛肉丸吃，快过城阳。我这是医院，你以为是小吃馆呀？你不是喊有牛肉丸吗？快！不是喊患者。你自己喊，快赶紧给我盛一碗，我这吃点热乎的。这有位患者叫牛肉丸。啊，我听到了。这喊您的居然没人答应。九号来了，我怎么又是你啊？你不是喊的九号吗？我就是九号。你就是牛肉丸呀、啊？什么？你就是牛肉丸？什么牛肉丸？你瞎喊，不是？你这上面写着呢，牛肉丸，你自己看。这是牛内九纳，这是牛内九纳，这是牛内九纳。你万一你给我开太多药，我吃错了，算谁的责任？真是，谁让你名字都能记错了？真是！给你给我的单子，去拿药吧。这几号这是？你去二号医生。什么名字呀、啊？这是马肚皮，马肚皮，十一号。我说你怎么回事啊你？我叫你名字，你怎么不答应呢？你叫我啥名字呀？马肚皮呀、啊。马肚皮。对啊，你这上面写的呢，马肚皮啊。大姐，马月波，妈妈月月波波马月波，啥故事啊？怎么说你名字怎么了？你看名字吧，你得赔我钱。赔钱？必须的。我赔什么钱呀？精神损失费、名誉费。我把我赔给你，你要不要？我不要。不要！我告诉你，我在这江湖了这么多年，我怕过谁呀、啊？我谁没见过呀？呸！还谁没见过？我告诉你，你把我逼急了，我会自残，你知道吗？自残知道不？名誉费、精神损失费，五万，还有你的，还留着，干啥？哥，我错了。那个，给你单子，赶快去看病吧。